你放错段了。我在小门那边，那个就旁边就是椅子。我在小屋的外面。哎呦，那你我在哪里？好像在大门分享。OK。小天使有看到你。看你。其实这个地方还蛮危险的，但还是照修。你修这一台，我去修其他的。嗯。啊！我看到狗在干炮啊！怎么这么快啊？果然是大火。没有。挂机吗？该不会是断线？可能是断线哦。我搞不好断线，等一下回来又做。可是我刚刚有听到他垃圾桶。对啊。对啊。现在在哪？刚刚垃圾桶断。他是站在哪？断线哦，还是爆屏？醒了吗？没吧，都没听到锯齿的声音。有心跳。啊，醒了。寄生在修座椅区，那我阿吉去那个好。哒。我让阿吉站这里。没关系，通觉延迟撑得久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有三个在这里。哎，你们修，哦，怎么这么快就倒了？打装进来，我是大贝达不行，大贝达。护轴啊，先生，有护轴啊。原来是救他，我还没看到。我太远，我不能救。我还没看到你，等一下，看到你，还没看到你。OK， 那应该是还在对啊 ，B 级，B 级。还是他已爆聘了？难道爆聘吗？还是老马了？那么棒！哇，他打他！我在附近，我的阿吉在附近。我翠西这边帮我补一下，有修一半了。我阿吉，我知道，我要把它修完，我故意把它修完的，我是故意的。OK， 来，过来。他重砖头就没办法了。有人去救吗？我在我。没有啊，你要不要去救？要。我在对面啊。让大贝达站起来。你们可以去修大门呢。算了，我去。哎，他起来了，可以，他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。大贝达来救你。站起来了，可以哦。大贝达站起来了。为什么这句话有点怪怪？他来我这了。来。帮他拿去。他在手机。来啊！干！你要去哪里？你说我啊。好难摸，你要不要先摸？不知道追谁。
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。那台机子快修完了，我再去摸摸个几把。哎、欸，他去哪？哎、欸，这已经70，像80%了，80%了。快！快修好了，要开机哦！啊！他没有打现在。没有，他有，他应该可能有，只是那个痛觉延迟，不影响。没关系。那你要不要去另外一边开门？好，你去另外一边开门，因为你棺材被砸了，固定。你是我吗？我啦。嗯，他不熟吗？不熟是吗？我去。我去。哎，你有棺材？我没有。现在搞不好他搞不好有一刀斩。哎、欸，对啊。他现在在拉锯、欸。他在拉锯，他在追我，我要倒了。哎、欸，没，哎、欸，锯子没有，刚刚好。你快走。可以、嗯，快走。当啊，哎。算了，他不打我，他不打我，他还在那个，他在追机身。座椅区开了吗？没有。座椅区有人开吗？我要去开。没有。哎、欸，我开比较好。我来不及用鸟，打乌鸦了。我不知道往哪里冲。他在小门呢。OK。放我出去。没关系。我在绕圈圈。可以。看一下状况。不行，他跌五层了。他要飞了。我要摸你，你说跌五层。谢谢你的牺牲，献祭，没关系啊，已经争取不少时间的了。你要个瓶，有了啦，你要个瓶，我请，